在巴基斯坦，大家看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全部被烧毁了，等会儿我们将进去参观一下啊。Very good, very good， 全部都已经损毁了啊。他看我是中国人，他就让我进来，其他人是不允许的。OK， 给大家看看这是当时的现场啊，全被打砸了，记者都在里面啊，但外面全部是记者啊。当时这上面全部都烧完了啊，现场还有一股糊味啊。来，你看这个窗户，全部都被砸烂了啊。我房顶也全部烧没了，当地的记者在采访着，地上的玻璃全部碎了，这个是那个记者都被烧了，玻璃全部都碎了。这边是奥迪 4S 店啊，那车咋没有了呀？周围的玻璃全部都碎了，哦，用钢化玻璃，后面的玻璃都已经全部碎了啊。先看一下 ，OK， Let's go， 画板上面全部都已经烧没了啊。包括后面，哦，全部都烧没了。